首先就今日的記者會的目的是真的很想親口衷心跟大家說聲對不住，我又要為我的家人 Sammy 的家人朋友和錫我的人是馬爾芬的協議，因為自己做了一件不可彌補不被原諒的事，而這個錯我深深地去反思自己，我是一個醜惡的，所以我今天是來到這裡是想承擔我的責任，我那晚的確是喝了很多很多的酒，但是我覺得喝了酒不是絕對不是一個藉口去反這些這麼錯的事，我非常之後悔，還有很難面對自己，還有接受不到自己，看到報道之後我覺得自己很丟臉，很錯，很討厭，很嘔心，很陌生，我有深刻的反思，覺得為什麼不可以控制自己去犯這個錯誤，起了這個色心，我覺得在承擔這個責任那裡，我覺得我要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由現在開始我會暫停所有自己的工作，直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也是正確的自己，去重新去檢視自己，去做人。第二個部分是在我的心靈上面，我覺得自己不知所謂，同埋因為我的錯誤，因為我的行為而令到我身邊所有愛我的人承受一種這麼大的壓力和痛苦，我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將所有被我整傷過整痛的人都可以好好這個報導令我深刻的反思，我其實最錯的地方是
咪失咗我自己。最後我要再一次同所有愛我嘅人講一聲，我令到你哋難堪，我做錯咗，對唔住，同埋都對唔住 Sammy。我唔知點樣去以後走我自己嘅路。我呢刻係冇咗靈魂嘅。我是一個壞了的人，希望大家可以給時間找回我自己。最後再一次跟所有的朋友說聲對不起。 Sammy 有沒有原諒你啊？我仔 Sammy 那張反應啊，會不會報警啊？有沒有違法私隱專欄？我現在停了。